人生，枉费阮的真情，善良甲爱世对阮无路用。恋的人生，何时才有幸福的前景？谢谢苏千荣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千荣，你的声真大白，你的声势真大气，真旷阔，真有肉声。你唱歌是可以非常非常的有力道 power， 但是一直有点小问题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如果解决了，哇，你这个歌路哦会非常的宽广。什么问题？登音。你基本功夫应该是真塞的人才对，因为你一出嘴，那个大气度就非常好。但是忽然间到了当音，世间的爱就开始啊，当音的部分那个音准就跑了。我感觉你爱练习的是你的当音，你若当起来了后，你的歌声，因为你的歌声太好听了，所以你一定要较紧的把这个当音学足在的。OK， 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今天三位其实都有很精彩的人生故事，然后三位在唱你们选的歌的时候都唱得有状况，但很奇怪，就是还是会蛮动人的，所以可见真实的那种情感其实很重要。比如说千荣，你唱这个歌，你从头到尾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在展现你的职场的样子给我看，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全心，真的希望，虽然婚姻很困难啊，但是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唱就走下去嘛，就是那个祝福，那种很用力全力希望他们好的那种感觉，其实都有在今天这首歌表现出来。